介临厨艺的核一与核二厂高阶核废料的储存和运送，对核电厂所在地的新北市民身家性命有着直接关系。新北市民拥有了解核电厂重大决策与了解环境辐射资讯的绝对权利。 在日本福岛核灾后，更成为新北市政府的重要课题。为此，新北市议会联合提案，要求新北市政府成立核能安全委员会，作为一个让市民、明代专家学者实质参与核安重大决策与监督实质辐射资讯的平台。真正高阶污染的核废料，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处理方式，它全部通通堆积在新北市的境内，在石门的核一厂，跟在万里的核二厂。 那这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我们新北市境内目前所堆积的这些核废料，它是比蓝屿，所堆积核废料，它的污染性更高，安全疑虑更高。尤其是目前的这个堆放量，因为过去原本在设计核一厂跟核二厂的时候，它的存放量并没有这么高，它是有一个转运的过程。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最终的处理厂，所以现在等于说已经超过当初设计时，所能够容许的这些核废料的堆置量。 因此，这个台电甚至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干式储存，希望说能够来改变储存的方式。但是干式储存，它最大问题，第一个，它有这个核废料的运送过程的疑虑，这全部都在我们新北市的境内在移动。这个过去我们知道说，核废料如果说在欧洲的核废料，你火车用火车运送经过任何一个小镇，那个是根本就过不去，那个民众的抗争都非常的强烈。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干式储存本身的安全性受到许多核能专家的质疑跟疑虑，所以我认为说，这个虽然说目前的政府有宣示说未来核一厂、核二厂要提早除役，但是我们看除役之后，它的危险依然存在，这个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我们希望这个核能监督委员会它能够发挥对于我们安全最大监督的这个最非常重大的事项。 由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提出，要求新北市政府筹组核能安全委员会的提案，议员们期待这个委员会不是虚设或提供意见的单位，而是让实质拥有执行能力的专家与拥有核安知识的学者共同参与，让新北市核安委员会成为为新北市民把关的专业机构。核安是一个全民共识，而且是一个全民需要被关注的议题。 它关系到我们子孙下一代的一个安全的环境。那希望市府呢成立这个核安委员会以后，不仅呢全民来监督它，而且市府要用尽全力帮市民把关好，不要让台电为所欲为。台电的很多经费都很不透明、很不公开。那也希望说台电呢在有限的裁员之下，也可以投注在核安这一块，帮助新北市政府。 把核安的这一块区块呢把关好，让我们新北市民在一个生活无虞、生命安全受到保障的状况之下，可以在这边快乐的生活。议员们也分析，新北市成立的核安委员会是为了迫使中央听取更多的地方声音，让原能会能真正落实提供准确资讯的责任。 另一方面，则是新北市政府也应该针对核能安全的执行和防护成立专属的部门。在这个立场上，新北市议会部分议员也已经准备朝向严拟自治条例，让核安不是名词，而是一场具体的行动。尤其像原子能委员会，他们有一批专业人才，可惜他们都不做。那所以我们就是希望经过我们的提案来刺激中央。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有一个监测单位。那监测单位呢，本来一级主管应该是要由环保局，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测试的单位。可惜的是，我们实在看不出他们有这样的人才，所以其实我们是同意他委外的委员会里面有一定的编制，有一定比例的这样编制，然后也可以有专业人。 去测试，也有我们这些关心的人去监督，所以呢，我们在提案过后呢，希望也是很重视核安的朱市长能够就这方面来编列一些预算，来刺激中央跟我们一起来做。不光是那个原能会啦，或是台电，他们都没有办法去举证说他们自己是100%的安全，那如此就要接受核能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前置。
那让这个核四就不能够运转，而且要促成核一、核二、核三能够早日停役啦。那不要像过去民间，因为过去民间一直提出说这个不安全啊，但是呢，我们的政府就很奇怪啊，叫我们民间去证明，民间如何去证明？啊，其实要证明也很简单，世界各国包括日本的福岛，你看日本这么严谨的国家，都还会因为天然灾害频繁、地震、海啸、台风而造成核能的不确定性。啊，台湾不止呢，台湾这个核电厂盖得哩哩当当，那其实可想而知，它绝对对大台北700多万的人口有生命安全之虑。所以政府你要主动提出证据，你如果没有办法100%的保证，就要经过核能安全委员会的要求，让这个核四不能够运转，要让核一、核二、核三早日停役。新北市推动核能安全，除了朝自治条例努力外，2012年中通过的公投自治条例已正式起步。这部分需要更多的选民和年轻族群的参与。为此，部分议员在各种平台和活动中，以亲近民众的语言，让民众有机会支持非核家园。由我们来带头，我们来发起，希望我们民众可以用更积极。我们要的不是他们说的精神上的支持，我们希望的是行动上的支持。那现在最积极的一个做法，就是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完成第一阶段的这个联署。那希望我们这个第一阶段的联署完成之后，甚至完成第二阶段，我们才能进入我们这个公投。因为我觉得，看我们就邻近的国家日本来讲好了，我们经不起所谓的万一了哈。那所以这个所有的努力，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哈。所以希望市民朋友们跟我们大家共同来这个反核，然后来跟我们联署，跟我们一起来努力。不论是新北市政府成立专业的核安委员会，或是民意代表筹组的推动团体，没有核安就没有核能，已经是新北市府会一致的看法。未来在做法上，一旦有了自治条例的支持，中央政府对于造成核电厂所在地人民生命安全的议题，已不能再以国家重大政策为由，而不让当地居民有参与的权利。